但我知道他其实是有，你是有东西要送礼物。对，而且一波三折。一波三折。就这个礼物已经看过三回了，都没有送过。对，我一直看到现在从下面，他今天总是要送。因为就是这个是那个我自己认为特别好用的一个事儿。哇，我觉得我这是你的护身符，我理解是。好 man 的颜色，我要睡得好一点。然后刘威哥是干干净净的，好不错。然后我是来的，一定是粉色，这样要不然呢？哇，要不然很舒服的。嗯，你是不是也有？对，我也有。嗯，我是从里到外都有。哇，你还用袋子装？挑选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可爱的东西，然后也觉得就是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所以这是王青的，我看到那是我的，鸭子是你的，那个是我的，鸭子是你的，我也有，所以我这个熊是白色。等一下、嗯，你也有，我也有东西要送你。那个，因为我们是吃光学宇宙，然后呢，大家需要工具吃光学宇宙啊，所以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筷子。哎，我们来猜一猜哪个是送给谁的吧。好啊，这个是送给他的，嗯，一定，这个应该送给我的，浮夸。这种爷爷的应该送给他的，爷爷的，因为那个端庄。既然你这么说，也是想这样。嗯，我就想希望你成为一个硬汉，硬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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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好。这是爷爷的，二十四 K 纯白金。不能，我这本来真的是想给他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被你这样，你不要改变你。其实无所谓。你可以自己选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嘛。嗯，这个是一个巧克力的造型的。对，这很卡哇伊耶。对啊，那这个是哇，这个是这个才卡哇伊。对，这个比较卡哇伊。喜欢这个。对，好可爱。我本来就想，哇，这个巧克力有激光，根本打不开呀。打得开，打得开。哇，一个也不到一个。哦，这个好看呀。哇，这我本来是这样安排。这个真的好。耶，那你呢？等一下，你也有，我也有东西要送你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这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两天又没有睡好，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抱枕。大家在车上的时候可以积极的使用它，然后记得我们真的可以拿走，记得离开巴提亚的时候再还回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金主爸爸已经一人送给我一个，所以不需要你再给我一个啊。不，你喜欢枕高枕吗？我这很尴尬哎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这集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们要录很多集嘛。你们这一开场都做完了，没有意思了呀。因为其实我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是故意不让。也没有多大，因为我们希望你多累积几期的薪水，多赚一点钱，然后送点大的。送你们每个人一个 iPhone 8，我们等不起。就这么说定，不管是不是在这个节目播出的 iPhone 8，你要送给我。导演组把刚才那一段，把刚才那一段就是截下来，跟我们节目组完全没有关系的视频。好棒啊！送你们每个人一个 iPhone 八 ，iPhone 八，每个人一个 iPhone 八，你们每个人一个 iPhone 八。但是是以刘维个人的形式发到网上。王青拿好这个礼物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卡布卡拉，我们来发财买，咱们来买天才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